现在提到朱亚文，大家一定是再熟悉不过啦。朱亚文是江苏盐城人，在没出道之前是一名很低调的艺人，一个多面手演员，有南方人的柔，也有北方人的刚，是一位有个性有潜力的演员。他身上有一种英武之气，不是当今比比皆是的白面书生的样子。朱亚文出道16年，却是零绯闻的男星，更凭借硬汉演技成功成为娱乐圈行走的荷尔蒙。朱亚文与刘亦菲、罗晋都是北电同班同学，朱亚文在班上经常帮刘亦菲表演排练。朱亚文也曾说自己有洁癖，谁都不可以坐自己的床，除了刘亦菲。两人还一起完成了期末的排练表演作业，看来刘亦菲仙女连朱亚文都抵挡不住啊。两人毕业后更是各自发展，虽然看起来零交集，但其实是关系很好的朋友。朱亚文的老婆沈佳妮1983年生于上海，中国内地戏曲女演员。抛开朱亚文老婆的光环，沈佳妮本身是一个十分优异的女演员，即使没有朱亚文，她也深得许多观众和粉丝的喜欢。她低调真实的性情在演艺圈就是一股清流。